说什么开？不是有小孩子的妈妈不好看。有的小孩子妈妈不好看，谁的妈妈不好看了？嗯，我不知道，除非有的小孩子的妈妈不好看。谁的妈妈不好看？你跟我说。我不知道。什么叫你不知道？你肯定是看见别人妈妈不好看才说的。你觉得谁的妈妈不好看？我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你是不想说是不是？不是不记得了。不是，是我不记得了。那你说谁的妈妈不好看呢？不知道。有，你觉得有的小孩的妈妈不好看，什么样的妈妈好看啊？嗯，你。我好看啊。你怎么知道？是不是有小子的妈妈不好看啊？那就是他妈妈生下来，他把他生下来的时候，他就没长得漂亮啊。那小孩子生下来，有的是好看，有的是不好看的，知道吗？开吧，开吧，开吧，不好看也没有关系，知道吧？那是他们小孩子觉得他们好看，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好看，是不是？那就可以了。开吧。不是他。他们的小孩子觉得哦，他们自己的孩子，是他们的妈妈，他们觉得是好看。哦，我知道他那个妈妈不好看，可是他的孩子觉得他好看，是不是？那也许妈妈不好看，也许妈妈不好看，你还觉得妈妈好看，是不是？嗯、是不是？嗯、但是好不好看没有关系，看着看着我、嗯，只要人好就好，是不是？哥哥怎么说的？快走吧。看，你说爸爸妈妈好看吗？嗯，好。那也许别的小朋友觉得爸爸妈妈不好看呢，是不是啊？是。为什么他们自己的小孩觉得他们好看啊，卡拉？为什么自己的小孩觉得他们自己好看啊？不知道啊。妈妈。啊哈。妈妈，等一下过来。怎么这么多人呢？嗯？什么？是他们的妈。因为她是他们的妈妈，因为他们爱她嘛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那小孩子爱他的妈妈？嗯。